国际狮子会300F 区花莲县第一狮子会长期关怀弱势，23号捐赠了白米500斤给吉安乡的社造西据点。乡长游淑珍特别致赠感谢状，感谢社团爱心挹注。同时，乡长也表示说，吉安是银发幸福生活的好地方，对于老人家的照顾，乡公所会更加用心，也结合社团力量，尽量让老大人们健康快乐。吉安庆丰社区长照西据点每个星期有2天时间由志工陪伴长辈们上课玩游戏，中午还可以有一顿热腾腾的营养午餐享用，丰富社区长辈们的生活。国际狮子会300F 区花莲县第一狮子会关怀社区长辈，特别捐赠了白米一批，要让老人家们吃饱吃健康。感恩乡长安排今天这个赠送的仪式来成就阮第一狮子会服务社会心愿啦，这服务社会嘛是阮第一狮子会上重要的责任，这是阮天职啦，服务社会就是我们的天职哈。今日有这个机会来给大家请安，来给大家祝福，这是阮第一狮子会的光荣。我给大家报告，阮第一狮子会超过到10岁，嘛超过10岁以上，有无？差不多80岁，占一半，吼，甲大家拢差不多。但是呢，因为阮服务社会，常常咧服务社会，所以大家身体嘛拢足健康。我看到今日大家遐健康，遐搭遐个纸，搭遐个皮包啊，吼，我看拢超过99分有啦，差一分尔啦，差一分就100分啊啦。乡长游淑珍特别前来致赠感谢状，感谢狮子会的爱心挹注。谢谢我们第一狮子会所有的师兄师友们带来暖暖，在我们99重阳给我们健康站的长辈来鼓励，希望他们能够在吉安乐活，有健康的身体，然后有幸福快乐的学习，所以走入我们的健康站，看到我们活泼开心的长辈们，我相信这是一份社会的关怀，也是一份这个长辈的鼓励啊！再一次谢谢能够抛砖引玉，在我们吉安乡能够挹注关怀的社团，毕竟吉安乡哦，我们的长辈哦，在70岁以上就拥有了7800多位，所以呢是一个最健康乐活的乡镇。我们欢迎所有的长辈来我们吉安，作为一个适性安养宜居乐活的这样的一个安养天堂，跟友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乡长游淑珍表示，吉安乡银发人口越来越多，为长辈们营造舒适的生活环境是乡公所努力的目标。除了乡公所有限经费的使用，也感谢社团企业的爱心捐赠，让老人家们更幸福、更安心的快乐生活。记者吕慧吉安乡报道。